Quick 的那个什么白金癌洞。我以前看过人家拍那个 Exxon 啊，是哪一个 Monster 的广告，是导演从导演一方打一盏那个一千多瓦灯，聚焦在他那个上面，啪一掉下去。这是传说中熄了三年唯一都不会退的吸尘器，真的不会退，怪的奇怪。啊，这是玄关门口。你就开厨房啊？对，厨房，厨房，厨房开灯，厨房开灯。厨房会用这样子的人走的，直接走到啊，比较少一点，比较少一点。大部分都是用地板，那就是厨房，比较勇敢。对，施先生家非常的勇敢，在厨房，在厨房这边用了 QuickStep 白金癌豆木，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。那就每天开火。每天开火。你也不错啊，能每天煮饭。哦，对啊。哎，就是那个。你也喜欢煮饭。啊，对啊，我人家也是我在煮 啊真的啊。嗯，有一次，因为我在家，有一次做一碗回来，然后我把我家煮一碗面给人家很吃，你一样吗？你不煮，真的是受伤了。